夏威夷女郎热舞、泰国传统木偶秀以及火辣主持人的有奖征答活动，为了吸引消费者目光，各家业者无不卯足全力，甚至喊出各大旅游行程破盘价来抢业绩。东森旅游带您畅游欧洲，得机要十天，现场优惠价下杀4000。快点来东森旅游摊位看看，下杀下杀再下杀，价格不止杀很大，更可说是杀到见骨。受到陆客来台人数大幅减少影响，各旅游业者为了冲业绩，几乎都打出超低优惠价。而为了刺激买气，就连一向价格贵三三的过年旺季，也有业者逆势操作，推出超级的优惠行程，果然人气满档。针对询问度非常高的过年期间农历年初有的行程，包括大陆的江南，还有东北亚的韩国、东南亚的泰国，以及自由行及游轮，都有推出非常多的优惠。捡便宜抢好康，集五块成为台北旅展的最大特色。提醒民众在选购商品时，还是要货比三家，看清楚、问明白，才能避免后续不必要的纠纷，顺利出游，享受假期。凯播大台北数位新闻郭正明。